人生透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我的能量，也可以让自己更具竞争力。台中秋鸿谷公园是散步休憩的好去处，现在摇身一变也是一个开课学堂。这是台中一家文化艺术企业和餐饮集团合作，引进六大品牌职人，要开课教民众来手冲咖啡和翻糖体验等等，希望把艺术和生活给结合在一起。六大品牌职人端出自家商品，有咖啡，有甜点，还有茶饮等，而这些都是他们拿手的功夫。这次受到两大企业的异业结盟邀请，来到秋鸿谷准备开课。艺术不是只有在美术馆、博物馆，其实你走到秋鸿谷生态公园里来，你就可以很轻松地接触到艺术。然后在这边呢，你也可以从开设的课程里面去学习到很多可以增加你生活美学，或者在你的生活上多一点艺术的气氛。把秋鸿谷原有的轻食餐厅变身为学堂的艺术，引进美食、咖啡、艺术、甜点等品牌达人开课，一堂收费350元到800元不等，要让民众从手作跟生活艺术当中体验到最纯粹的感动。寻找了各种不同产区的咖啡，经由不同配度，那我们去教学一些冲煮，让咖啡是简单的能好喝又能喝到这样子。特别为这边设计的课程，就是会有翻糖的教学。那翻糖的话，就教大家捏出一个很像艺术品，但是又可以吃的好吃的东西。那放在蛋糕上面，然后不管是要庆生还是要做给小朋友，都很适合。预计从6月份开始，要展开一连串的展览、讲座、手作跟职人分享的活动，也让暑假的秋鸿谷又多了一份文青的生活步调。这里将台中采访到。